Let's go！ 完了，路都过来了，这不死定了吗？没别的路了，除非跳下去，那我狗腿骨就要断了。啊，那个死胖子，你别乱走行不行？你再藏好啊你！路都是发现不了他的，但是能发现我呀！你别乱动啊！他下来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救命啊！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暴星，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肌肉哥，也就是记录游戏日常的视频。今天咱们继续来玩恐怖冰淇淋人罗德。现在我们是到了这个地铁站啊，这什么篱笆，是不是要用鞭炮给它炸开啊？哎呀，你妹的，这不是鞭炮，这是炸弹吧？这么大响声，你咋不炸死我呀？ OK， 看来这边是有左右两条路可以走啊，我们先从左边探索一下。这音乐怎么又来了？罗德在前面啊，那我是不是不该走这边呀？过不去啊！哎，这门能开，先躲一下这个罗德啊。嗯，他怎么回去了？哎，他那个门能开的呀？那是不是每个门都能开啊？得，这个不行，那我就跟他绕一下，等他下来我就上去。这人跑哪里去了？哎呦，他从车厢里走过来了，那咱们赶紧上去啊！哎呦我靠，这上不去了呀！不用这么懒吧，你爬下不行吗？看来我们得往前面走。这车厢你总能上去了吧，这也不高，一蹬脚就下来了。哎，好的，我们先把罗德给甩开，这跟屁虫太烦了。我们貌似发现了地上有一个发光的东西啊，在这轨道上。这是什么？哎呦，木头绿马。儿子，爹来了。滚吧你。哎呀，哎呦喂，罗德你也有今天呀，才被地铁给撞了，真活该呀，让你叫我儿子，这就是乱做别人爸爸的下场，他直接昏迷一分钟啊，舒服。哎，帽子，这是一个老头帽呀，先装车里去。这是干什么用的呀？不知道。哎，这里还有一个箱子，打开看一下，有一双臭鞋，应该不是我自己穿的吧，肯定是给别人穿的。哎，我想起来了，马戏团那个家伙啊，上次去不给我钥匙，让我给他找个庇护，应该就是个鞋子和帽子。这里还有个房间，大家看一下，这里应该是地铁控制室啊，好多杠杆，这顺序我也不知道怎么拉呀，应该是有什么提示啊，咱们出去找一下。房间里应该没了，走吧。刚才狗外面好像我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好像是数字，让我来找一找，好像是挂在上面的。好，看到了578，罗德过来了，咱们抓紧时间吧，玩这种游戏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嗯，地上有一个东西，等我，咱们捡上。57，哎，怎么拉回去了？8，激活了机制，哦，车子变道了，我懂了。这样的话，咱们捡了个木马就不会被撞了。我可真是个天才呀！这木马应该是第三个了吧？啊，不对，好像是第二个。来，把木马给拿上，咱们就可以走了。你怎么拿这么慢呀？哟，地铁从旁边直接过去了。OK， 拿起来了，直接放到车里去。还有个什么机子啊，咱们都会拿上嘛。就是这个，有点像个脚踏车。现在直接去马戏团去找那个流浪汉啊。哇，罗德开的好快啊。哟，剧情。1940年12月。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呀？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字啊。这宝宝不会是罗德吧？还挺可爱的，这小脸跟屁股似的。他说他出生是一个奇迹。等一下，那个女的有点眼熟啊，我好像在哪个游戏里面遇到过。不会是那个修女吧？恐怖修女那个游戏里面的吗？天哪，这两个游戏有什么联系吗？兄弟们，我有点迷啊，大家帮我解读一下呗。好。现在把这个衣服和帽子啊，呸，帽子和衣服，呸，帽子和鞋子拿给他。抠脚大汉啊，在这儿呢。来来来，给你穿上啊，你这回可以把钥匙给我了吧？还差一个帽子。你看把我累的啊，钥匙给我，再给我点辛苦费呗。滚！你这个人不给就不给嘛，这么凶干什么？真是不懂得感恩呐。来，打开这个小房间的门，打开了小丑的大篷车。我在想，这游戏不会等我小丑也要来吧？木头黄马非常的 nice， 第三匹马已经到手了。刚才罗德往那边走啊，我还没去过呢，带我去瞅一瞅啊。先把它勾引过来，然后咱们绕一下啊，我怕那边是死路。现在差不多了，我不可以过去了，冲呐，兄弟们！哎妈，这里面这么隐蔽的吗？
哦，有一个三层小阁楼，上面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啊。二楼打不开，看一下三楼。嗯，这个小纸箱是不是有条狗藏在里面呢？这我就知道，看见你的肥脸了啊！这应该是那最胖的小胖子。罗德怎么把栗子给抓走了？这又是让我答题吗？你别废话那么多了，直接跟我走。栗子那个婆娘废话比你还多啊！不答对还不跟我走呢？嘿，你的小胖子啊，站得跟头猪一样。Let's go， 完了，罗德过来了，这不死定了吗？没别的路了，除非跳下去，那我狗腿估计要断了。啊，那个死胖子，你别乱走行不行？你再藏好啊你。罗德是发现不了他的，但是能发现我呀。你别乱动啊！他下来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救命啊！走位，哎，绕一下，过来了，过来了！哎，吓死爹了！直接回卡车那里，等小肥猪过来。小胖子，你走快点！真磨叽啊，等你半天了。直接去购物中心，罗德，开快点！啊，慢点！ Congratulations, Rod, for your 15th birthday. Be strong.哦，这是罗德他妈妈，他妈妈是修女。这是他妈给他写的信啊。Congratulations, Rod, 又写了一封16岁的。Even though I can't come to you, you can visit me whenever you want. Don't resent me. 有看不见的苦衷，肯定在干坏事啊！他爸和他妈都是大坏蛋。Congratulations, Rod, for your 17th birthday. Please come see me. 看来罗德是不想看他妈妈。Congratulations, Rod, for your 18th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Rod, for your 19th birthday. 20th birthday. 21st birthday. 22nd birthday. 24th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Rod, for your 25th birthday. 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 I write to you. 99153. It seems that nothing I say is enough for you to come back to me. Even so, I never stop dreaming of the day you and I meet again.We have so much to talk about. I want to hug you like when you were 4 years old and you were with me. Keep the book I give you. 重点来了。It's the most precious asset, for I will reveal a secret. 这个书里有隐藏着他爸的秘密啊。He stole it from me, but now I give it to you.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more time has passed.I have been able to improve the formula. 魔法冰淇淋 You are my son. 害人精，一家的害人精。You deserve it all. I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synthesize an extraordinary chemical compound. 这修女也太坏了吧。With force to create a sparkling sun of life or a moon full of death. Warmly, your mother who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Sister Madeline, S.M.